字放呀嘛放光明，什么字放光明，学习学习二字那认得清，认得清啊认得清，要把那道理说分明，中国人为什么要识字，不识字不知道大事情，旧社会咋不识字，糊里糊涂的受人气，如今咱们翻了身，受苦人做了当家的人，在野的瞎子怎么能行，二来还一二六，学习那文化怎样都进了门，哎呦，学习那文化里的